今天借着公司团建这个机会啊，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重磅嘉宾，他就是来自我们 A 市1111新媒体公司的商务部部长贾静雯女士。哇，掌声有请贾部长。谢谢大家，今天开心在这边跟大家见面哦。在来之前呢，我也了解到了这个111新媒体公司所谓的人才云集。其实像我这样子活跃的职场女性，我想在台下也很多，所以也有很多的职场女性跟我一样都有宝宝。我今天特别带来的这份礼物呢，是非常适合这些职场女性的。我想先问问大家，你们觉得今天的团建跟以往有什么不大一样？我知道，是部长你的美丽特别不一样。怎么嘴巴这么甜呢？谢谢你的夸奖。当然除了我的美丽，我觉得还是大自然的力量，我想大家都可以感受到这美丽的户外给我们很多的身心上的快乐。其实大自然自有力量，大家有没有发现每隔一段时间呢，我们带家人跟宝宝一起去大自然出游，总是能得到身心上的补给。所以今天给所有有宝宝的员工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，我特意准备了来自荷兰自家牧场的美素佳儿圆圆，它拥有了三重自然原生力 NVHMO 低聚糖类似结构，易于优质菌群生长，为宝宝内环境添加了活力。Novas 软蛋白软乎乎好消化，还拥有了90%的天然营养小分子，结构更小更好吸收，呵护宝宝肚肚内的环境，强化肚肚的健康，为了宝宝的健康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。这是我工作育儿两不误的育娃神器，特别准备给大家当见面礼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。谢谢。其实呢，贾部长呢马上就要跟我们的商务部去开会。今天呢也是特意抽出时间跟我们大家见个面啊，同时呢还给我们带来这么厚重的大礼，让我们再次掌声感谢贾部长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其实还有很多的大礼等着大家，大家加油，我们就一起加油好吗？谢谢，谢谢。